从教科书的这个活解石这个专这个研究都是很有益处的，很有帮助的这个专著。这个文雄老师的话有当然很多重要的文章在很这个高级别的这个杂志上发表。我想大家也比较清楚，这个广告里面也列了这个一部分，我就不详细这个介绍了，另外一个就陈老师也是个非常的好的这个老师演讲者，他这个报告的话呢，都是非常之这个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是这个他曾经在很多这个暑假的那个暑期班给过这种室内的演讲，如果这里面有一些当年的老师，湖大或者中南，长沙这个一些大学老师的，我可能还记得，大概10多年前，陈文雄老师也在长沙，在湖南大学给过一系列的这个讲座，很受大家的欢迎。好，那我们现在欢迎那个陈文雄老师给我们做报告。好，谢谢桂老师还有胡老师的邀请，也很荣幸今天能够在这里跟你们讨论数学。我就想讲一讲我们最近的一些结果哈，在分数阶的抛物方程方面的一些结果。我们主要考虑的是这样的分数阶的抛物方程，就 du dt，就再加上。主要是这个算子是分数阶的，负的拉普拉斯的 s 次方 u，然后等于 f t，这是 u 呢，当然既是 x 的函数，又是 t 的函数啊。我们主要考虑这个方程，我把它称为方程一。那么这个分数阶算子呢，是一个非局部的算子，等下我会再详细的讲一下，就是它跟整数阶有一些什么不同。那么，在实际的应用当中呢，其实假如我们考虑就是比较长，就是叫做 long range interaction 哈，远距离的这个效应的话，还有其实呢是用这个非局部的算子，比如说负的拉普拉斯 s 次方来 model 一些，比如说不规则的啊，这里英语讲的 anomalous heat diffusion。不规则的这个热传导啊，还有海洋里面的这个声音的传播啊，还有呢，液体这个流体力学啦，还有呢，另外在这个在概率啊，还有金融上面呢，其实这个分数阶的拉普拉斯方程也用得很广那么。具体的啊，我这里写了两个，抄了两个跟我们这个方程比较近的这个具体应用的例子啊。这个其中一个呢是这个叫做 semi-linear fractional dissipative equation 啊，这从这个参考文献里面来的。这个右端呢，左端跟我们一样，这个右端呢，这个当然也是 fu 了，这也是关于 f 关于 u 的函数。还有呢，在你们这个桂老师，他跟另外一个合作者写的一篇文章里面呢，他也提到了这个 fractional 的，这叫 Allen-Cahn equation 啊，这是在 traveling wave 里面啊，这个方程呢就跟我们的方程看起来很像，对，这 f 是 u 的函数，当然对 u 呢，对 f 呢有一定的要求啊。那么我们主要呢就是考虑这个分数阶的。抛物方程啊，像这一类的，f 呢既可以是 t 的函数，也可以是 u 的函数啊。那么我这里呢，主要今天因为时间不多，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主要分四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是主要结果的简单介绍，第二个部分呢是想讲一下整数阶跟分数阶有一些什么不同啊。第三个部分呢，是想讲一下如何从椭圆到抛物的过渡，就是实际上呢有很多椭圆的方法啊，我们的经验就椭圆的方法可以用到抛物上去，但是当然要需要经过改造，
就是你如果对分数阶的椭圆做的比较多的话，比较熟的话，那么你其实只要稍微改造一下呢，就能够把这个用到分数阶的抛物上去。还有第四个呢，因为这个胡老师的要求嘛，我就简单的提一下分数阶的 nonlinear 问题啊，因为我最近也不做这个问题就是了，所以知道的也不是很多。好，那么现在呢，就是。先呢，就是我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要结果，就是结果简介啊，当然这些都是很简单的讲一下这个结果呢，我把它分成四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呢，做的方程都是刚才写的那个方程啊。当然，在不同的区域，还有对 t 的这个限制，都是这个方程一啊，类似于这个方程一。当然，对 t 的范围的限制，还有对 x 的所属的区域的限制，这个使得有几种，我把它归类为几种啊。第一种呢，就是这个我们考虑 t 呢是时间啊，t 大于零，小于无穷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主要证明的是叫做解的渐进对称性。还有呢，另外就是说我下面介绍的这些结果呢，实际上对整数阶的都已经有了。啊，我们等一下我再把那几个作者的名字写出来，就整数阶的 Parabolic 啦、Hess 呢，还有 Quaternion 啦，他们在这方面整数阶的做了一系列的结果。但分数阶的呢？还在我们之前呢，就是说用移动平面来做的还很少很少，还没看到过好那么一个呢是 t 大于零，小于无穷，在这里呢，我们主要是证明解的叫做渐进对称性啊，正解的叫 asymptotic symmetry。在这里，我们就以两个例子、两个区域的例子来考虑。一个呢是 x 是单位球的，以原点为中心的单位球。第二个呢是 x 呢在整个的空间里面 Rn 啊。这里呢我们不讲，它当去无穷。我们要证明到最后，它的极限是对称的。当然，u 的极限也不一定都存在，所以我们考虑这样的一个集合。这个集合呢，当然也是 Parabolic 他们，我看他们做的时候，整数阶做的时候也这么引进的。这个叫 Omega U，这个 Omega U 是所有的这种反函数 phi 的集合。这个呢，是说这样的 phi 就是存在一列 tk 趋于无穷。使得呢，u 沿着这个子列啊，xtk 沿着这列序列呢，趋向于 phi x，就 u 的极限不一定存在，但如果假定 u 是有界的话呢，那么它就存在一列子列，它可以收敛，沿着这个子列它收敛到 phi x 啊。那么我们目的呢，就是要证，就是证 omega u 中的所有函数，就 omega u 中所有函数。所有函数这样的 phi 啊，这个呢都关于同一个点，某点啊，都关于某点对称，径向对称啊。当然，我们指的一般都是径向对称，并且当然单调简，关于那点单调简。这点呢，当然是同一点啊，同一个点对所有的 phi。那么对单位球来讲呢，因为你给定我们给定的这个条件是说在外面等于零，所以单位球本身呢它是对称的，但是函数 f 并不对称啊，函数 f 只是跟 t 有关，跟 u 有关，这我们并没有假定它对称，只是 Lipschitz 连续而已，我们还是考虑这样的方程，
那么 u 的初值也不对称，那么我们要证明，当 t 趋于无穷的时候，这样的极限，不管是哪个子列的极限，它都一定对称，并且还关于同一个点对称，啊，那么这个呢，大家可以想着，比如说在物理上嘛，你可以想着这个 u，比如说是温度，那么 u 代表温度的话，那么当 t 趋于无穷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虽然温度不对称，温度分布不对称。对，但是由于区域对称，由于外部条件对称，所以当t 趋于无穷的时候，这个温度会趋向于对称，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们考虑的是这个算子呢还是一样的啊，负的拉普拉斯 S 次方，作用在 U 上面。但是右端呢，它是 x 一乘上，当然这个不一定是 x 一了，可以是关于 x 一单调的函数都可以。u 的 p 次方 xt 啊，这个当然 p 是大于一、小于无穷的任何一个数啊。我要说的就是我们考虑的都是正解啊。在这里呢，不一样的就是说 t 呢，我们考虑的是趋大于负无穷、小于正无穷啊。这个 x 呢属于全空间啊，这个 t 大于负无穷、小于正无穷这样的解呢，他们一般都称为这个 entire solution 啊，entire solution。当然，这个 entire solution 跟那个前面的那个解呢，实际上是有关联的，是紧密关联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呢，我们当然先证 u 呢是关于 x 一，这个是单调增加的，因为关于 x 一，因为右端的关于 x 一是单调增的啊。然后呢，接下来呢，当然由于 u 单调增加了以后呢，我们再证明呢，这个解呢是不存在的啊，解不存在，这就是所谓的纽约定理啊。这种定理呢，当然对于整数接的椭圆方程也有，对，很早就有了，还有后来分数接的我们也做了。那么对于这个负的拉普拉斯，如果负的拉普拉 s 次方用负的拉普拉斯来代替的话呢，这个 Plastic 他们也做了。那么我们是把它推广到分数接的。当然，这个不是说这个平行的推广，这个实际上呢，用的都是移动平面。这个移动平面法的大框架都一样，但是呢，你要实现每一步的时候呢，用的方法都不一样。这个整数接的方法呢，用不到分数接上，是吧？都要有分数接的一些新的方法那么第三个呢，主要的结果呢，当然次要的我们还有一些了，就是我们是考虑同样的方程啊，也就是方程一，我就不再写了啊，就是右端是 fu 的。但是还是呢，叫 entire solution 啊，t 大于负无穷，小于正无穷。但这个时候考虑的是上半空间，上半空间函数啊。那么在这里呢，或者说我们说是右半空间嘛，我们这习惯说右半空间，这也就是 x 一大于零的地方嘛，右半空间。那么这里呢，我们这篇文章里面不同的地方呢，是说我们这个时候只要求，我们要也是要证明啊，我先证明，我们要证明呢，这个 u 呢也是沿着 x 一方向单调，那么极限存在。但是我们只要求呢，ux 它在无穷远处的增长呢，只要比如说小等于这个一加上 x 绝对值的这个伽马次方，这里伽马只要大于这个算子的阶数 2s 就可以了，某个伽马就可以了。这里面呢，就是主要是引进了一个新的方法，一个新的辅助函数，使得呢，我们可以考虑这个 u，在无穷远处。它不需要去零。一般来说，做移动平面呢，你要想，比如说 w 要在内部能够达到极小的话，我们都需要它在无穷远处要么去零，是吧？
要么呢，它是有界的，有界的以后要做个辅助函数，让 w 就 w lambda 除以一个 h，辅助函数要趋于无穷的，那么做完的辅助函数呢，在无穷远处也要趋于零啊。在这里呢，我们主要是做了一种有一种新的方法，做了个辅助函数，可以使得呢这个 u 呢，它只要是这种增长就可以了，不要增长得太快就可以的，它可以去无穷的无穷远处啊。这是第三、第四呢，我没有列在那个参考文献里面的，是最近刚刚的一个结果，这个又叫做 ancient solution，也就是 T 呢是叫做古代的解 ancient solution，T 是大于负无穷，但这个小等于大 T 的。当然，这个解的结果也可以推广到 entire solution。实际上呢，这些结果也都可以做到那些解的这个叫什么渐进的对称性啊什么，这些都是有关联的。就是 x 呢，当然还是属于全空间 Rn 这个称为 ancient solution 这个 of one 那么我们这里也是正关于，也是正这个 UXT 呢，关于某点叫径向对称radially symmetric。当然还单调件，对吧？关于那点同样单调件。那么这个当然是对所有的 t for all t，对所有的 t 我们有同一个点就是了，for all t 当然我刚才讲过一下，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些问题就是对。就是说，对于整数解的方程，负的拉普拉斯 u 这个等于 ftu 呢，这个都有相应结果都有结果。但是分数解的呢，至今为止还没有看到，就是这个结果呢，主要是 Polasek 他一个人跟他的合作者。Hess，还有 Quintana 等等等等就是都有这个相应结果。当然用的都是移动平面法用的呢都是。移动平面法，那么当然我们用的也是移动平面法，并且呢，用的移动平面法呢，这个大框架跟他们也差不多移动平面嘛，总是我先大概，因为有些听众们可能没有接触到过，我先大概讲一下移动平方法什么意思，对，比如说嘛，要证明这个解关于某一点对称我们通常第一步嘛，都是把平面放在靠近无穷远的地方负无穷的地方，我们把这个区域呢，平面左边的区域把它叫做 sigma lambda。其中的点把它叫做 x，它关于平面的对称点把它叫做 x lambda，然后呢，我们就比较 u 在 x lambda 处的值跟 u 在 x 处的值，我们通常都记 w lambda，w lambda，那当然这个跟 t 有关的还有 t 对每个固定的 t 我们就 u 在 x lambda 处的值，对同一个 t 减去 uxt，这对椭圆方程就没有这个 t 了。那么通常呢，第一步都先证哦。现在当 lambda 充分负的时候，我们有 w lambda 大等于零那么现在
这个移动平面就有了起步，就可以起步，就是有了起步点，我们就从这个 lambda 开始，就把平面呢向右移动啊，把平面一直向右移动，移到极限位置啊，这个是极限位置，把它叫做 t lambda 零啊，然后呢证明 u 必须关于这个 t lambda 零对称。当然，在这个抛物方程里面呢，如果是椭圆的话，你移到了 t 兰达零，一般就可以得到，哎，u 就关于 t 兰达零对称了。但是对抛物来说不然，因为 t 呢还属于一个无穷的区域，所以呢你只能够得到一列序列，使得沿着这个序列 w 兰达 xt 可以趋向于零。那么接下来呢，还要再把平面从右往左移动。从右往左移动，当然这个总的框架也不是我们的想法啊，这个倒是 Polasek 他们做的。那么比如说这个叫做 t lambda 零负，然后呢再把平面从右向左移动，再移到极限位置，这个把它叫做 t lambda 零正啊。那么如果 t lambda 零正等于 t lambda 零负的话，这个解就关于这个平面对称啊，对所有的 t。但是如果 t lambda 零不等于 t lambda 零负的话，如果这个两个平面不重合到一起的话呢，那么中间呢就还会有一个中间，我们就走一个平面叫做 t lambda，然后呢我们考虑 w lambda，然后再造一个下解来导矛盾啊。这个大框架都跟他们一样，但是呢在实现每个大框架的，在实现每一步的过程当中呢都不一样。那么至于为什么会不一样，那么我现在下面呢，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啊。第二，就是整数阶跟分数阶的不同之处啊，也就是我说的是，现在干脆就说负的拉普拉斯嘛，与负的拉普拉斯 S 次方啊，叫不同之处。当然，在这里呢，我要先介绍一下这个负的拉普拉斯 S 次方是怎么定义的啊。我就先用椭圆的例子来写，因为 t 嘛，如果是抛物的话，你就是对每个固定的 t，反正对 x 来做负的拉普拉斯 S 次方，t 就放在那边不动就是了。所以我就先用这个 u 只是一个 x 的函数来写哈。这个呢，由定义它是一个常数 c，再乘上柯西组织的积分啊。这个积分呢是在整个 Rn 中，上面呢是分子上面是 ux 减 uy，分母呢是 x 减 y 的 n 加上 2s 次方，然后积分啊。这是个柯西组织的积分，那原因就是因为底下分子这个分母的这个 x 减 y，对，当 y 等于 x 处的，它是趋于零的，并且趋于零的阶数很高，比 n 还高，是吧？n 加 2s，所以你如果上面没有 ux 减 uy 的话，这个积分是不收敛的。那么要靠 ux 减 uy 里面所产生的、所出现的 x 减 y 的这个因子，是吧？跟底下来抵消，因此你最多只能出现一次因子。那么还要取这个柯西组织啊，使得这个一阶泰勒展开的上面出现的那个一次的因子那个积分等于零，那么剩下来的就是二阶的啊，二次的再跟下面抵消。这里呢，当然 x 呢是我忘了讲了，s 是大于零小于一的啊，我们只考虑这个比一更小的啊，这个就是分数阶的定义。从这个定义，当然大家可以看出它是个非局部的啊，这是个非局部算子，对吧？那么它在整个空间中定义。当然，我们还有例子可以说明更清楚的说明它是非局部的。比如说，我们考虑这样啊，这里例子，比如说我们这是个欧米伽，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假定 ux 在欧米伽内部大于零啊，考虑一个简单的情形。然后呢，假定 ux 在外面恒等于零，那么假如我在外面取一点 x，对吧？
那么当然，众所周知，你在这点处你算的所有的导数，比如说 du dxi，在 x 处呢，当然是等于零的，是吧？还有呢，这个 d 阿尔法 u 在 x 处呢，不管什么阶导数都等于零。还有呢，当然拉普拉斯 u 在 x 处呢也等于零，就是说这些导数呢都是局部算子，它的值这个求导以后的值呢只依赖于在 x 的领域中的值，对吧？那么在 x 领域中它恒等于零，算出来就是零。但是呢，我们如果算分数阶的拉普拉斯的话，对，但是呢。算，我们快快的算一下，因为这个很好算，负的拉普拉斯 s 次方在 x 处的值，因为在 x 处 u 自己等于零，我们根据上面的这个就等于啊，这个前面这个常数我就不写了，常数还有 PV 组科学组织积分我就不写了，我们只写这个 ux 现在等于零，所以上面剩下来的就是负的 uy，对，还有呢 x 减 y 的 n 加上 2s dy。那么，因为 u 呢只在内部大于零，是吧？在欧米伽内部大于零，在外面都等于零，所以这个积分实际上就是在欧米伽内部的积分，欧米伽，这是负的 uy，那么 x 减 y 的 n 加上 2s dy，而我们知道，我们假定 u 在欧米伽内部是严格大于零的，所以这个积分是严格小于零的。所以从这个例子，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个虽然 u 在 x 的整个领域里面，在很大的一块里面都恒等于零，但是你算出来的分数阶的拉普拉斯在 x 处呢，它就不等于零。也就是说，不管这个 ux 大于零的这个区域离这个 x 点有多远，它总会影响到 x 处的分数阶的拉普拉斯的值啊。这个就是所谓的非局部性。那么，由于这个非局部性呢，这个是第一个哈，非局部性。由于这个非局部性呢，这个就推出来了。这个就是我要讲的这个第二小点呢，也就是在机制原理里面呢，你对这个整数阶的机制原理跟那个分数阶的机制原理里面呢，加的条件就不同了。这叫 maximum principle 啊，我们就讲最简单的机制原理，比如说对整数阶的。整数阶的，我现在如果有负的拉普拉斯，就不用负的拉普拉斯了，好，也还写负的拉普拉斯 u，比如说是大等于零啊，在内部，那么我们只要在边界上，对，这个还有呢，在边界上 u 呢是大等于零的，这个只在边界上，那么这个就可以推出。u 在内部也大等于零，零 omega，这是整数阶的。那么因为分数阶的是非局部算子，对，所以呢，你如果同样的你有分数阶的这个分数阶的机制原理啊，也就是你如果同样的有分数阶的在负的拉普拉斯 s 次方 u 啊，这个大等于零。那么在这里呢，你只假定 u 在边界上大等于零就不够了啊，就必须呢，u 要在整个外部都要大等于零，这个是在整个的 Rn 减掉 omega 所有的外部都要大等于零，才能保证这个才有 u 在内部。大等于零才能推出 u 在内部大等于零在欧米伽里边啊，这就由于它的非局部性，并且呢，我们可以举出例子来，就是说你即使在边界上等于零，那么这样呢，u 呢还不见得在内部大于零啊，这就是推出来这个机制原理的不同。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到，就因为这点不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分数阶的移动平面法呢，是我看到了，好像到2015年的时候，好像我们才发现。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一直想做这个分数阶的移动平面法，但是呢，当时在这个我们引进这个直接的移动平面法之前呢，实际上大家要做移动平面都是用 extension。
就是把这个值域再 extend 到更高的一维，然后得到一个局部的方程，得到一个局部算子的方程，再用局部算子方程的移动平面法，但是还没有直接的分数解的移动平面法。那个时候主要的困难是卡在哪里呢？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就是，你看我们如果做移动平面的话，这个就是在这里，我们不是这个平面 t lambda 吗？假如我们考虑这个最简单的情形，单位球啊，这个例子，考虑单位球就在这个叫平面 t lambda，然后呢，lambda 左边的区域呢，我们把它叫做 omega lambda，对，omega lambda。现在呢，我们当然还是比较，在刚才我画过了一下，我再讲一下啊，这个 w lambda 是什么？w lambda 呢，就是 u 在两点处的值，这个是 x 处。这个是 x lambda 处，对吧？然后 w lambda x 呢？这还是椭圆的，我就先写椭圆的更好写一点。u 在 x lambda 处的值减去 u 在 x 处的值，对。那么现在要想用机制原理来证，就是要证 w lambda 大等于零，对，在这个 omega lambda 里面，就是我画斜线的这个区域里面，是不是？那么我们假定 u 是正解，对吧？那么对整数界来讲呢，只要边界条件，对负的拉普拉斯 w 兰达呢，我们只要边界条件，但这个边界条件呢是自动满足的啊，这个边界条件自动满足，为什么呢？因为有定义啊。什么是边界呢？这条是边界，所以这个部分是边界。我用蓝色的画一下，这个部分是边界，在这个上面，w lambda 等于零，对，有定义，对称性，对。在这个上面呢，因为这个的反射区是在内部，内部 u 是大等于零的，在边界上 u 等于零，在这里我们假定 u 等于零啊。那么，当然，在这里，w lambda 是大等于零的，在这里，w lambda 是大等于零的，在这里呢是等于零的，所以呢，边界条件自动满足，但是呢，对分数阶呢，我们需要的是外部条件，但对负的拉普拉斯，负的拉普拉斯 S 次方呢？我们需要叫外部条件，所有的外部我们都要 W lambda 满足条件，也就是说呢，这个外部是什么呢？就是 W lambda 大等于零，等等啊，也就是。外部条件是什么？也就是 W lambda 大等于零，这要在什么呢？要在 Rn 减掉 Omega lambda 里面都要满足。这个条件是不可能的，就是了。你要证明 W 在里面大等于零，W lambda 呢是个反对称函数，它在这个对面这里对称地方，如果在里面大等于零，在这边，在另外一边呢就小等于零了，就小于零了，所以这个条件是不可能满足的，不可能。所以，只是这个简单的这个条件是不可能满足的。所以当时也是因为这个，因为这件事情想了也卡了有两三年，就是，但是一直想用移动平面法来直接对分数阶的来做。那么到后来呢，跟李聪明讨论了一下呢，后来才发现啊，那主要还是李聪明发现我们可以用反对称性，用 W lambda 的反对称性啊，就是说要用，那还是能证明，就是说这个。要用 W lambda 的反对称性所以这个是，我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呢，那么还有就是说，如果是外部条件的话，是不是你要造一个下解的话，那么就需要，只需要下解在。要在整个外部，你都要比解来的小，是吧？
都不比解大。你原来对整数阶的来讲呢，它只是在边界上比解来的，不比解大就可以了，对吧？那你要想在这整个外部，我都要下解都要比解来的小，都不比解大，那当然就困难就会大很多，对。好，那么这个就是第三，是吧？这叫就是第三裸照，裸照上下解。这需要满足呢所有的外部条件，是吧？外部很大嘛，这里除了 Omega Rn 减去 Omega Lambda 外部很大，满足外部条件啊，啊，这个是，然后呢？这个第三点呢，我想讲一下，因为时间有限，我只能很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座的可能很多人都做过分数阶椭圆的问题，因为分数阶椭圆，毕竟我们引进这个直接方法也已经有好几年了，也很多人国内很多人跟着我们在做。那么，但目前做分数阶抛物的人还很少。就是用移动平面法来做的原因就是以为没有方法，但是呢，其实呢，你如果念我们这几篇文章的话，你们会注意到，就是很多椭圆的方法，你加上一些适当的改造呢，就可以用到抛物上去。当然不能直接用，但是加以改造的话，那么你首先要做过分数阶的椭圆方程，那么。你就会能够做到，你就容易再把这些方法呢，再把它过渡到改造一下呢，再做到那个抛物方程上去啊。这里讲的就是我说的这 elliptic 到 parabolic，因为毕竟椭圆的问题。有很多人已经做过好多年了，很多问题都被做掉了。但是现在呢，实际上抛物方程呢，还有很多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最近也发现了这个，实际上我们以前在椭圆方程做的那个叫滑动方法，叫 sliding method 来证明解的单调性的，这个也可以比较容易的用到抛物上去。用的都是一些椭圆原来的结果，当然要加以适当的改造。我现在呢就想，主要就是说希望你们，就鼓励你们，就很多人都来用这些椭圆的方法呢来做抛物的方程，用做分数阶的抛物方程。那么我现在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啊，现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这个。Narrow region principle 啊，narrow region principle，这个对移动平面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举一个例子嘛，比如说我们要从球，要从单位球开始啊，当然你要从上半空间开始，刚开始也是个 narrow region，也是个狭窄的区域，你看。我们沿着一个方向 x1 来移动平面啊。现在呢，我先把平面放在很靠近，比如说这是单位球啊，这是原点，这个平面很靠近左边的地方。那么这个区域呢，这个我们把它称为 omega lambda，对，这个就是所谓的 narrow region，对，一个很狭窄的区域。那么，在这个很狭窄的区域里面呢，我们希望能够起步，W lambda 还是原来的定义。我们希望呢，在这个狭窄区域里面能够起步。那么，在椭圆里面呢，我们是证明了，就是假如在有一点上啊，比如说在这一点上 x 零处啊，我们先讲，如果我们有 W lambda 啊，就是如果我们的 W lambda 在 x 零处哈，达到极小，
就是说，我们通常都用仿证法，你要证明到必然大大等于零，那么就假定它有一点小于零，那么就有小于零的积小，对，那么我们就在积小上导矛盾。那么这个矛盾怎么导呢？主要就是用到这么一个估计，这个估计呢，实际上在做不管是在做椭圆或者做抛物，做很多很多问题上，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也就是在积小上呢，我们有 W lambda 在 x 零处哈。如果你把负的拉普拉斯 s 次方作用上去的话呢，这个细节当然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讲。这就小等于一个 c 除以然后这里呢是从 x 零到这个 d 是距离哈，到 t lambda 的距离的这个 2s 次方。然后再乘上 W lambda x 零在 x 零处的值那么在这里呢，如果这个狭窄，如果区域很狭窄的话，对吧？那么就是说，若 omega lambda narrow 因为狭窄写起来比较慢，我就写 narrow。则呢，这个下面这个 x 零到 t lambda 的距离就很小，对，这个就会小那么我们现在考虑 W lambda 满足的方程，这个通常呢，通常 W lambda 呢，我们都能推出它满足这样的方程。我现在只讲椭圆的哈，先讲椭圆的，负的拉普拉斯 s 次方 W lambda 这个等于 c lambda x W lambda。那么没有机制原理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这个 CX 没有符号但是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在积小点上用负的拉普拉斯 s 次方作用在 W lambda 上面的值呢，来控制 C lambda C lambda 如果有符号的话，当然是好的；C lambda 如果是小于零的话，当然这个我们就有机制原理，就能推出 W lambda 大等于零，对吧？但是呢，C lambda 没有符号，所以呢，我们要用这里产生的这个项来控制，也就是我把这个如果记作二的话，对，我们如果再把这个二带进来的话那么在点 x 零处在 x 零处呢，我们就会有什么呢？这就有 c 除以我把这个减记为 d 把这个底下就减记为 d，就是距离。也就是 c 除以距离的 2s 次方，对，W lambda 在 x 零处的值，然后呢就会大等于，对，我们带进来的话，c lambda 在 x 零处的值，再来 W lambda x 零，而我们假定这个是小于零的，达到这个积小，并且这个积小是小于零的，有仿证法的假定那么两边再同除以 W lambda 的话，我们就有 c 除以 d 的 2s 次方，就会小等于 c lambda x 零那么这个可以很大，这个可很大，因为当 d 很小的时候，我们说的是狭窄区域很狭窄，可以很大。那么我们只要假定 c lambda 有界的话，那么只要就是说，只要 c lambda 有界，有上界，就能导出矛盾，就矛盾，那就说明 W lambda 不会达到小于零的积小，也就是 W lambda 必须大等于零这个 c lambda 有界呢比较容易，我们通常就是从 U 满足的方程开始，对，你看原来 U 满足的方程是，比如说负的拉普拉斯 s 次方 U，比如说这个等于 fu 的话，对。那么这个 c lambda 是从 f 只要是 Lipschitz 连续的话，这个 c lambda 就会有界，对，只要 f Lipschitz，那么这个是叫做椭圆的我现在讲一下怎么过渡到抛物那么现在呢，我们考虑这个 du dt。加上负的拉普拉斯 s 次方 u
等于 f u 哈，当然有这个 f 还可以跟 t 有关，我就讲个最简单的情形。那么我现在呢 w 就满足 w 是差，对，你把 u 兰达跟 u 满足的方程差一下的话呢，出来的就是 f u 兰达减去 f u，然后就是 f 对 u 的导数，对，再乘上 w 兰达，所以 w 兰达呢就满足 dw 兰达 dt。加上负的拉普拉斯次方 s，拉普拉斯 s 次方 w 兰达，这个等于 c 兰达，当然跟 x 还有关，跟 t 还有关哈，跟 x 还有关，跟 t 还有关，这个是 w 兰达，当然也是 x 的函数，也是 t 的函数，这个。那么这里面从椭圆到抛物不同的地方呢，你看椭圆这里没有 dw dt，dw 兰达 dt。抛物者里面出现个 dw 兰达 dt，现在怎么处理这个项呢？这关键就是这里，是。那么在狭窄区，我们怎么推出狭窄区域呢？比如说我现在要对，现在呢我们就考虑这个 t 是，比如说是大于负无穷嘛，小于正无穷啊，叫所谓的 entire solution 啊。那么我怎么控制这个 dw 兰达 dt 呢？这有一个方法就是我做一个变换啊。也就是还是利用刚才这个东西哈，在极小上面呢，这个是小等于 c 除以 d 的 2s 次方 w 兰达啊。我说在极小上面，在那个关于 x 的极小上面有这件事情，还是用到这件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怎么用呢？我们现在要做一个。要做一个变换，也就是我现在要让新的函数，我叫做 w bar 啊，这个 w bar 当然也是 x 的函数，是 t 的函数，它是一的啊，一的这个是 mt 对，一的 mt 啊，m t 减 t bar 对。t 减去 t 的下面一把，等下我们要让 t 的下面一把要趋向于负无穷啊！我现在固定 t 这个 fix t 啊，那么再来一个 w 兰达乘上 w 兰达，那么 w 半满足的方程呢，很容易推出来，就 dw 八 dt 呢。就再加上负的拉普拉斯 s 次方 w bar，这个就等于我把这个 m 拿到右边去哈，也就是 c lambda xt 啊，c lambda xt，然后再，这里加上 m，这就是加 m，对，加上对，加上 m。然后 W 吧啊，就满足这样的方程。那么，对于这个方程呢，我现在考虑的是，时间不多了，叫做柱体啊。当然，对于这个抛物，我们要考虑这个柱体。这个柱体，这叫所谓的这个叫，比如说这是大 T 啊，T 等于大 T。然后呢，这个是 t 等于小 t 八啊，下面 t 八 t 八等于要趋向负无穷，这个就叫 omega lambda，我把这个译为的叫 omega lambda，这叫所谓的抛物柱啊，parabolic cylinder。那么在这个柱体当中呢，我可以证明呢，这个 w 八呢，它是大等于，就是你时间不多，我就可证呢，这个 w 八它是大等于 W 八，在这个柱体里面啊，我把它叫做 XT 哈，它是大等于它在这个外部条件啊，我们现在我们考虑的反对称性的这些都有了，也就是它可以大等于呢，这个 W 八它自己在这个底边的啊，底边的值。也就是 W 八 XT 八啊，XT 的下面一把，在底边的值的下切界，那当然，这个 X 是在 Omega Lambda 里面取下切界啊，这就是抛物的所谓的
机制原理。这里面机制原理呢，当然我们要用到什么呢？用到的是在这个里边的一点哈、啊。如果我们要证明，假如不对的话，在内部达到极小，那么 dw/dt 就等于零。我们再用到刚才的这个事情，因为时间不多，我只好快点讲。再用到刚才的这件事情呢，我们就能推出这个，能打出矛盾来啊。也许我快快的写一下，不着也就急是啊，说，陈老师，不着不急，着急对，长一点没啊，关系，嗯，你说，没关系是吧？对，哦。嗯，如果没关系的话，我就大概多用几分钟吧。这样的话，那我就把这个写一下啊。既然说了，就用把这个写一下。我们现在要证明这件事情啊，我们就将假定不然的话啊，我将 if not，如果不然的话呢，就会存在一点啊。这个叫 x0 t0 啊，这个在这里边啊，我就在这不写的，就是说在这个里边我们有个 x0 t0 啊，那么就使得呢这个 w bar x0 t0 呢，这个是极小啊，极小，那么在这个极小上面呢，我们当然就有。dw bar dt 呢就等于零，就推出 dw bar dt，在此点上啊，我现在写的我就不写里面的变量了，在此点上，这个就等于零了，那就处理掉了。那么剩下来的项呢，我又有呢负的拉普拉斯 s 次方，对吧？这个跟刚才一样，反正 t 固定的话，这个就小等于，这是小等于 c 除以这个 d 呢，还是 x0 到 t lambda 的距离啊，d 的 2s 次方，这个 w bar，这是 x0 t0，x0 t0。好了，那么这个方程我们就能导出矛盾来，也就是我们就再由方程啊，把这个记作3的话。再由3，对吧？我们从这里大过去，c 除以 d 的对，我们目的证明 w 八大等于零，我们可以不反射这个小于零啊，不反射这个是小于零的，那么这个极小呢，极小还是小于零的，对啊，我们要用到这个小于零，c 除以 d 的 2s，那么这个还是 w 八是吧？在这点出的值，那么再大过去大。这个 c lambda x0 t0，然后不管这个 m 怎么样，再加上 m w 吧，还在 x0 t0 处的值，对。那么这个呢，我们说只要 f 是 Lipschitz 值，这个是有界的啊。也就是反过来呢，实际上我再除以这个 dw，也就是 c 除以 d 的 2s 呢，就会小等于 c lambda 再加上 m c lambda 啊。那么我们已经假定这是 c 兰达，如果是有界的话，这是有界的话，那么当区域很狭窄的时候，就导出矛盾来，这个呢就很大，当 omega 兰达 narrow 的时候，就会导出矛盾，对，这样呢就会导出矛盾，对，那么你就会问，为什么你刚才要这么做？对 W 八要这么做，为什么不对 W 这么做呢？原因我们要证明 W 是大等于零的。那么 W 八这么做以后有什么好处呢？这里并没有证明 W 八是大等于零的啊，它只是说要大等于它在底边上的值啊。那么 W 八大等于在底边上的值，我再把原来的这个抄一下哈。W 八是什么呢？就是 m 乘上。t 减 t 八 w lambda 啊，我再把这个上面抄一下，就是说这个式子，这个我把它叫做式式啊，我们现在证得了这个式式，但并没有推出 w 八大等于零啊。这里我们说，如果是极小的话，如果取到极小的话，小于零才会导出矛盾。
如果不是极小的话，并没有矛盾。原因就是说，只有在极小上面，我们才有这个不等式啊，才能推得这个不等式。那么现在呢，再回到那个事实啊，事实就是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呢，一的 m 乘上 m 是大于零的哈，m 我们取的要大于零，大于零也没有关系的，反正 c 拉那有界，你看再加上 m 一点也有界，也是有界的啊，反正能够被这项控制啊。好，我现在一的 mt 减 t 八，现在再把它写到 w 兰达上，w 兰达 xt 呢，它就会大等于，好，这个在底边上这个 w 八跟 w 是一样的，因为这个一上面的这个 t 减 t 八是等于零的，是不是？一的次数是等于零的，所以呢，这就是 w 兰达是吧？这下确界，我说这个下确界。下确界 W lambda x t 八，这个 t 是取 t 八，我说是在那个 cylinder 的底部啊，x 呢当然在 omega lambda 里面，是吧？omega lambda 里边，好，这样一来就好了。这样一来，你看我们把这个一这项呢搬到另外一边去的话，我就有 W lambda x t 呢就大等于一的负的 m 乘上 t 减 t 八啊。然后呢，再乘上这个下确界，这个下确界我们只要假定 W 兰达是有界的啊，假定 U 有界就得到 W 兰达有界嘛，W 兰达 XT 八，对。那么这个反正是有界量，有界量它可以是负的，负的没有关系。但这项呢，当 T 八趋向于负无穷的时候，这项去零，对，去零。当 T 八趋向于负无穷的时候。哎，那我就推出来了，这样就推出来了，这个 W lambda xt 呢就会大等于零，这是对任意的 fixed，只要 t 固定是 fixed t 啊，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对。那么这个稍微移动平面就可以起步了啊。当然，这里我只讲的一个最简单的这个例子。那么在这里，我们当然不能对 W 就来做，我说对 W，你即使证得了这件事情，这我说对 W lambda，你 W lambda 即使证得了这个 W lambda xt 它大等于它的下确界啊，在这个 W lambda 在底部的下确界 xt 八，这可以证得，跟刚才一样样的方法可以证得 x 属于 omega lambda，但是这个没有用啊，这个可以小于零，对。这个可小于零，但你上面这里即使小于零也没有关系，它只要下方有界，我这个前面这个因子一的负 mt 减 t 八这项趋于零，对，就能推出它趋于零。这个是其中一个哈，从椭圆到抛物过渡的一种方法。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需要不同的处理，就是了。也有的时候嘛，也沿着一列 TK，你要取的这个 dW、dTK、d 沿着 TK 呢非常小啊什么的，还要做一些辅助函数啊什么这种方法。好，那我因为时间有限，我这个抛物方程我就讲到这里为止。还有呢，由于胡老师的要求嘛，他说我最后讲一下 nonlinear 问题，我只是我知道的，简单的讲一下啊，分数阶的 nonlinear 问题。这个第四，fractional，因为我最近也不做这个问题，fractional Nuremberg problem。那么就是我们我就直接把它写到 Rn 中好了，本来是在 Sn 上提出的问题，对。也就是给定一个函数，在一个标准的球面上给定一个函数，那么问这个函数是不是可以作为某个保形度量的数曲率啊？那么假如我们这样就得到了一个球面上的这个一个方程，所以在球面的度量上，当然我们如果做一个叫做所谓的球击投影 stereographical projection 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方程画成 Rn 中的方程。那么我就直接写 Rn 中的方程啊，
n 中的方程呢，本来整数阶呢就是负的拉普拉斯 u 所谓这个等于，然后是 rx 是数学里的某个倍数吧，然后 u 的这就是 n 加二除以 n 减二，对。那么分数阶的拉普拉斯方程呢，它是这个是整数阶的啊，就是看起来就像负的拉普拉斯 s 次方 u，这个等于 rx 乘上，这里是 u 的临界指数啊，也就是 n 加这个 2s 是算子的阶数，这里负的拉普拉斯是二阶就 n 加二，n 加 2s。n 减 2s 啊，就跟算子的阶数一样，这个叫做临界次数啊。那么这个就是分数阶的尼伦伯格问题。那么对整数阶的，我们有这个 Kastner-Warner 条件，对吧？对分数阶的呢，其实也有 Kastner-Warner 条件。做这方面的人呢，主要是开始呢，主要是李炎炎还有他的学生啊。就是一个李炎炎，还有他的学生什么金啊，还有熊金刚啊，金田林啊，熊金刚啊，还有唐什么，还有周哈，他们做得更早一点，就是这个主要就是把大概李炎炎当时做整数阶方程的整数阶的这个尼伦伯问题的这些结果。啊，也就是对 r 加什么条件的话，这个问题有解啊，主要就是，那么主要把这些结果，整数阶的结果推广到了分数阶的尼伦伯问题。那么最近呢，窦景波他们啊，这个叫一个是窦景波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他们那的老师还是学生，我的叫嘉兴安，还有这个。窦景波哈，窦景波，还有以前我的一个学生叫胡云云，他们三个合作了一个，也合作了这个关于这个分数阶的尼伦伯问题。那主要是把我以前跟李从明的一些结果啊，推广到这个分数阶的情形。我们做的是整数阶的啊，但是主要的结果就是说对 R 来讲。如果假定它是镜像对称的话，还有如果 r 是在球面上画的话呢，这是零到派。如果 r 是这样，有两个局部极大的时候啊，那么证明解的存在性啊，主要是这些。那么现在因为时间有限啊，我就暂时讲到这里。你多用了几分钟啊？对，好，那么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为止，谢谢。谢谢陈文雄老师的精彩报告，就是真的深入浅出，把很困难的这个一些问题讲的这个非常之能够好懂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啊？那个李老师，李周星老师有问题吗？好，谁有问题？这个，陈老师您好，能问一个问题吗？你好，哎，好的，好的，是吧？是，我想请问一下这个，C 南大 x 为什么它会依赖于 x？哪个就 C 是，lambda？对哦哦，，C 你是 lambda x。C lambda 是？你哪个这个 C lambda？现在屏幕 lambda 不太动了。啊？你对。说的是这个 C lambda x 是吧？是我对写在对，方程里面，哦哦哦，这个呢是这样的，我们从 u 的方程开始哈，我用C lambda x，我就用椭圆的来解释抛物的是一回事，就是我们从这个方程开始，负的拉普拉斯 s 次方，u 是 x 的函数哈，就用椭圆的来解释，这个等于 f 在就简单就写 fux 是吧？然后呢 u lambda 就是 u 在 x lambda 处的值嘛，
所以通常我们都把它看成另外一个函数，这个等于 ux 在 lambda 处的值，那么它也满足同样的方程，就负的拉普拉斯次方 u lambda x 等于啊，f 在 u 啊，我明 lambda 白。x 处的值，理解。能听懂吗？啊，然我后以呢，我为，们当然我们的 w lambda 是差，w 对，我知 lambda 道，x 呢，明这白。个是 u，他就把两个方程减一减，也就是对，w lambda 我负以为的拉普您，拉斯 s 方，我以为您喂，的这个 f 我，depend on x。啊，然后我就想问。你说，f depend on x 也有办法，就是你可以再差一项，减掉一项，再加上一项也可以。比如说你哦，就要是如做果现在，f depend on x moving prime method 也是能适用的，是这个意思哈。能，当然你 f 关于哦。x 要有假定，就是说我可以考虑这样的问题哈，负的 Laplace s 次方 u 这个等于什么呢？比如说你要考虑，就取决于你考虑什么样的问题。你如果考虑这个球的话，是吧？单位球，你现在要使得。要证明 u 关于原点单调件的话，那么这个里面呢，你就要对 f 来假定，f 对 x 呢，它只跟你要想证明解关于原点对称，f 首先要关于原点对称，关于 x 要关于，也就是 f 是 x 的绝对值，这个关于原点对称，还有呢，当然 ux 这里面是随便的，是吧？要这样子，那么呢，并且呢，还要假定呢，还要设这个 f 呢，关于这个 x，关于第一个变量啊，关于第一个变量呢，这个是单调件的，也就是这个是单调件的啊。我说第一个变量 x 绝对值单调件，那么在这个假定之下呢，你也可以做移动平面。这个时候要插一项，要中间要插一项进去，也就是你的负的拉普拉斯 s 次方 w lambda 是不是？首先你这里有 f，然后这里是 x lambda 绝对值。然后呢是 u lambda x，然后呢再减去 f x 的绝对值，然后是 u x 的绝对值。这样子的话，这个直接两个减没有办法，你没办法做，那么就要先来做一步，就是中间插进一项，也就是 f x lambda 的绝对值，这里是 u lambda x，我们 u lambda x 先不变的，f 变，这个 x 绝对值变，就是这个把它变成这样。然后呢，u lambda x 插进这一项，然后呢再加回去，f x 的绝对值是，再是 u lambda x，然后再减掉 f x 好，绝谢对值 u，啊，这样然子，后用这个这样条子的一件，条呢，你对 f 要有假定，就是说这个要大点于零，是吧？这个呢明不白要了，大明呢，白，你看 x 是吧？对，就谢是谢，然后谢要谢得到他，一个不等。也就是这个大等于什么 c lambda x，然后是 w lambda，就这样子，就是。谢谢，谢谢陈老师好，的精彩大分家还有享。什么问题？陈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像这种方好程的。的话呢，它的解有没有什么正则性的一些结果？分数阶的方程是吧？对，分数阶的。有的，你看我们那本书里面还写到的，书里面最后一章第12章，它跟指数阶有点类似，就是说你分数阶的它是 2s 阶算子，是不是？你的负拉普拉斯 s 次方 u，你比如说这个就等于 u 的 p 次方好了，简单的先行是吧？那么整数阶的你知道这个通过负的拉普拉斯，通过拉普拉斯呢，你可以把这个解的正则性可以提高到，比如说你先证。比如说，先证 u 是如果是属于，比如说是 c 伽马的话，对不对？那么把它放到方程里面呢，一放到方程里面，右端是 c 伽马，那么由于这个负的拉普拉斯是二阶算子，你都知道这个正则性可以提高，可以提到这个 u 是属于 明c 白。的二加上伽马，就是所谓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正则性提升。那么对分数阶的也有类似的，就是分数阶的你也有，如果 u 是属于 c 伽马的话啊，首先你如果右端比如说是属于 c 伽马的话，那么就能够提出，就因为算子是 2s 阶的，所以利用方程一下呢，u 就可以提到 c 的
但不是二加上伽马了，而是二 s 加上伽马，它的阶数再加上伽马，哎，这个挺类似的，就是还有呢，你如果已经知道，比如说右端这个函数，比如说是什么离什么有某种正则性，比如说是有界的话，利用方程呢，我能推出 u 是属于这个 c，就是是 hold 的连续，然后再利用方程再提上去，这个也有这个类似的结果，嗯，你可以看我们那个书，就 fractional nonlinear 的书籍上，那本书我有，那本书我有。谢谢陈老师。不行不行，好，我看那个在留言里面，这个有同一个老师，我有同学也提了问题，你就可以直接问，好吧？对，你们有问题只管问，对。这个我看那个因为冯正平有个问题是吧？你这个直接问，好吧？好的，尽龟管老问。师、陈老师，我们这里有个徐老师，他没有麦克风，他好像想问一下这个分数阶的这个存在性，结果和这个整数阶的有什么就比较的话有什么异同？想听听您的这个看法。对，存在性的结果是吧？对对对。存在性，我们做的比较少，有这种存在性，就是说通过拓扑度的，就是说先做解的，存在性就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有的人用变分法做的是吧？有一大部分人用的是变分法做的，这个变分法本身呢，就是分数解你考虑的泛函跟整数解考虑的泛函呢，这个区别不大，就是次数里面的次数变一下。这个所有的整数阶的这个嵌入定理啊，什么分数阶的都有，所以呢，一般整数阶的结果，你用变分法，比如说得到泛函的临界点的存在性，还有最后得到这个落解的存在性，这个基本上就是说整数阶有的呢，也都能推广到分数阶，因为变分你一旦做起来的话，你泛函写起来本身就是说这个一写起来的话呢，这个。局部跟非局部就没有太多的区别了，泛函本身也就是一个非局部的东西嘛，是个积分，并且这些说不定的嵌入啊什么的，对整数阶对的，一般对分数阶也都对。那么至于用其他的办法，比如说用拓扑度的办法，你在有界区域上面，那要得到解的鲜艳估计，你如果在欧米伽上面，我现在有一个方程。这个方程是负的拉普拉斯，比如说 s 次方 u，这个等于 fu 啊什么？最简单的就是说等于 u 的 p 次方 x 吧，是吧？那 x 属于欧米伽。那么要先做鲜艳估计。我们有一篇文章呢是，就是用 blowing up and rescaling，对，就先用这个爆破的方法，先得到鲜艳估计。Blowing up and rescaling，这个呢，我们那篇文章里面是有，就是可以直接对分数阶来做，就是整数阶对整数阶做的，我们也可以直接对分数阶来做。做完以后呢，先推出呢这个正解哈，我们现在考虑的是正解，就是 u 大于零，那么先得到这个正解呢是一致有界的啊。就是这叫鲜艳估计，对所有的解都有解。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用拓扑度的方法。你们可以参照那本书里面，其实也写到，那我们文章的书里面也写的是 fractional Laplacian，然后呢，可以用拓扑度方法，叫 topological degree 来得到解的存在性，就是了。所以很多。好像很多分数阶的结果，整数阶的结果也可以做到分数阶，但方法是不一样的。像这个 blowing up rescaling 的话，你这个估计啊什么，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好，谢谢。那个，我看这个冯正平，你还有问题吗？还是你这个直接问？贵老师好，陈老师好。
我想问一下，那个对于分数解 P 拉姆拉斯算子，它的刘威尔定理现在有没有呀？哦，分数解 P 拉普拉斯的唯一的定义是吧？因为我看过您一篇文章，然后上面需要加一个无穷远处的衰减，然后就有对应的刘威尔定理，类似的。对，那其实那篇文章后来我们也没有发表，后来发现那文章里面要加更强的条件才行，所以后来也不做了。分数解的 P 拉普拉斯确实有困难，还没有刘威尔定理啊，没有像那个分数解 P 你说的分数解 P 拉普拉斯是吧？SP 对，比如说这个等于零，你要想推出，要由上方有界要推出它等于零的话，这个。我觉得还没有呀，虽然我们那有一篇文章挂在 archive 上面，没去拿下来，但在那里面文章要加很强的条件，加了一个有一个条件我们没加上去，要加个很强的条件以后才能够做到那个结果，所以后来也没去做。分数解的 P 拉普拉斯有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它是个完全非线性的算子，所以你要想，要想把两个。比如说你要把乘积啊什么要把它分开来的话，或者即使把两个和，你比如说 u 加上，你比如说一般我们都要做个劳动啊，什么 u 加上，比如说 eta，要把它分开来的话，这很难的，就是 是吧？对，这比较难的，对，还没有，现在还没有。哦，好的，谢谢陈老师。好，大家还有问题没有？这个留言里面那个有几个老师的同学问了一下，这个录像的话会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也要你给他回答一下吗？可以啊，你说录像是吧？另外，我我们。可以把这个我写的这个给你们寄过去，好，我谢谢陈写老是师。写在 OneNote 上面，我写的这些东西我都在 OneNote 上面，我都就可以给你寄过去。给寄到谁那边？寄胡老师那边。好的，好的，谢谢陈老师。好，我有你的 email 吗？我就最近有你的 email，我就给你用 email 寄过去好了。啊，就好的，这好写的。的东西。这个如果大家想要陈老师这个讲座的视频的话，可以给我发邮件，然后我给大家对发一对。个这个分享一下这个百度的这个链接吧。那很好，那很好，好。好啊，大家还有问题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再次感谢陈文雄老师的精彩报告。哎，老师，我有个问题，老师。好的，尽管问。老师是这样的，特别简单一个东西，就是我看文章的时候，然后当时好像是在做那个什么那个收敛嘛，就是那个分数解收敛，然后他那个 file 的话，他那个测试函数 file 的话，应该属于那个是吧？应该属于那个。应该属于那个施瓦茨空间吧？是不是施瓦茨空间？就是你做那个收敛的时候，那个就是你做分数解那个函数不是收敛吗？它呢在那个分数解的定义下的话，它函数收敛的话，它测试函数 file 的话，它属于那个施瓦茨空间，对吧？不一定，看你怎么做的。我们一般都不假定它属于虚幻子空间，那是比较强的假定。就是说，我们一般都只假定它在这个 C，比如说 U 就是属于 C。为了方便嘛，就是 C 一阶导数离谱值连续嘛，实际上不用那么高就是了，取决于算子。这样的话嘛，就是 S 对所有的 S 大于零小于一都可以。只要我们一般都假定它属于一阶导数局部的离谱值连续。还有呢，当然它要又要在这个整个空间，它要属于所谓的 L 阿尔法，也就是慢增。这个 L 阿尔法 LS 哈，这个 LLS 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它的。所有的这样的 u，它的积分，这个积分绝对值的这个积，在整个空间中的积分，再除以一加上 x 绝对值的 2s 次方哈，dx 这个必须小于无穷。这个 u 增就加是说可 RS，以在无穷远处啊，u 在无穷远处可以去无穷，u 有界，当然这个积分是有界哦，n 加 2s，我写错了。其实后面哈、
我写错了，不是 2s，n 加上 2s。对，如果 u 有界的话，当然这个是有界，这个积分是有界的。这 u 还可以允许，就是说可以有一定的增长，增长到无穷，只要不要增长得太快。那么通常我们都是在这个假定之下来做的，来做它收敛的，很少在那个 u 如果是虚化值的话，那就直接用傅里叶变换了。一般，因为我们只要这样的话，那么这个负的拉普拉斯 S 乘上 U 就有定义了嘛，SUX 就有定义了，是吧？那个积分就可以定义，所以就都是在这个里面做的呀。那么收敛你还看它是什么情况下收敛？如果在一些导数里皮是连续的意义下收敛的话，当然这个负的拉普拉斯 S 乘上 UX 也就跟着收敛了。你的意思是说，假如有一列 UK 什么 UKUKX，然后你要想的负的 Laplace S 次方 UKX，要想方程跟着收敛是吧？要收敛到负的 Laplace S 次方 UX 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求其实就是这个 UK 呢，在这个函数类里面，就是 CEE 的这个函数类里面有界就可以，其实还不用那么高，因为取决于 S 的阶数。你写的更准确一点，也就是 u 属于 C 的 local，然后这是什么呢？这是 2s，我就直接把它写成 2s，取决 2s 多大了 2s 阶数，这个 2s 不到2嘛，是吧？所以写的简单一点就是这样。如果 2s 大于1的话，你再1，然后再加上一点东西，一般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来推出它的收敛性的，我当时看那篇文章的话，它那个它好像是在弱，就是它好像在那个弱的定义下的。然后它那个它这里面的话是 U 是属于那个 AR 分之 M 的那个它那种情况。在弱的定义下是吧？可能看不是这个吧？我感觉谢得老是谢老吧。师。这一般就我们最近做的都是这种叫做所谓的经典解，就是 都是尤其有这么高的这个，对，我们倒是弱解做的很少，他们做并分法的人嘛，一般的考虑弱解，对，有。好，大家。